有请节目主持人到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非你莫属，我是主持人大卫，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十二位企业家，欢迎各位的到来，欢迎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，他就是来自中航科工的执行总裁许立强先生，欢迎您。企业家新成员许立强，中航科工执行总裁。中航科工是国内首家专业提供商业航天文化产业资源的公司，具有丰富的航天资源和市场运营经验。中航科工抢抓航天市场发展机遇，全面响应星空浩瀚无比、探索永无止境的中国航天梦，提供一站式航天资源及服务。是赏心悦目哈，我问问你们三位啊，穿着这个衣服有什么感觉吗？不会走路了。佳英小姐，突然觉得自己减肥的道路还要继续走下去，很漫长啊。来，花姐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女战士。